女孩生日快乐。哦，对。今天这个愿望可以许100亿，1000个吧，1000个，1000个，那你还先来许两个，你许500，他许500，加起来先许两个，先许可以说的两个光速。好，我希望就是1000个晚安，这部戏可以带给大家许多感动，然后大家也可以找到那个你可以跟他说晚安的人。耶。好像是一个，对啊，一个啊，哦、那你他比较长，那边好，来，我觉得是第二个，第二个是我希望我们剧组的人，就是戏结束以后，大家还是像拍片的时候感情更好，可以一起去爬山，然后继续去看很多风景。耶、yeah. 嗯，好，第三个先留给自己，待会就不用说出来，当做两句就可以说的。我希望1000个晚安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的感动，然后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个可以说晚安的人。这样吗？然后这样，加成的效果。哎，可以讲出来就这样啊，就来就。我希望所有1000个晚安剧组的演员，还有所有工作人员，拍完戏之后呢，大家的感情都可以像拍戏这段时间，拍戏的这6个月，感情这么好，然后可以继续。对，我真的觉得这一次拍戏，这次拍戏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很多很棒的人，所以希望大家感情可以一直很好。耶、yeah, ！好，那我们比较特别，我们要默契讨论一下，你们两个人一起闭眼睛许愿，然后先看看上岸，谁先最大主观愿望就谁。啊？我不懂，这游戏有点复杂。不会不复杂，那我们可以开始。先想着我要钱，很完全。打开眼睛那一刻，如果看到没睁开眼睛，那你吹一下蜡烛。好，看起来如果我的愿望比较短，我就可以先吹蜡烛。对啊，那你要选哪边开始？好，等等，哎，那这边点，我选的，我从3、2、1就自己想哦。3、2、1。哈哈哈哈哈！很危险，很危险，不要。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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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小愿望啊！好，许我给你许，你许完了？许完了。啊、哦，好，没关系啊，他现在比较早，他过完生日再买一个给你。好，真的，那也是要假装吸血量高啊，有一种情色很美的感觉。没刀？没有刀？手刀？没有手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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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假装有些，我们是演技派的，就是假装他已经变了。啊，我一直都是偶像派。那我们来做一个比较无聊的那个手刀，那你们两个一起握着手，然后假装吸血量高。握着手。哎，对，想得出来的呀！来，现在赶快记起来那个拍张照，对不对？手牵手一起吃蛋糕。那我觉得这样比较喜欢点，靠近一点，这样比较好。这样吗？这样。对对对对，稍微靠一下哈。那云涵也可以把双手牵手，哎，对对对。手刀切蛋糕，来一起吗？一起，快！手刀来一起。然后就可以一起，好，来，谢谢，大家一起拍个照，来，好，好，这边有吗？这边，好啦，恭喜，开心，那我们一起好了，那今天来跟帮那个寿星那个过生日，我们这样戏也快就准备要结束，还是要问一下，难得有机会见到面，这段时间有什么特别想说的一些小心情？你说跟谁说？跟想说的那个人说。哦。然后我们要先说，还是要给云海先说？你先说。哎，我刚才不是讲了。你先，我才有的明星都是这个样子的，该说的时候。他在夸我的。不是，吴总，你说要跟谁说？那我们想要知道，就是拍戏时间有趣的一些那个。拍戏啊，其实我们这部戏是拍的挺有趣的。是。对。然后因为。也有很多外宿的经验，所以其实有外宿的时候特别容易让大家的那个向心力，对，向心力就是很强大这样。好，应该这么说，就是难得有戏游可以到处就是跑遍大江南北，然后像栋梁从马来西亚来嘛，那连云涵虽然我们在地，可是你自己亲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活，有自己想到去过那么多地方嘛，有很难去的地方嘛，但风景又特别美的。跋山涉水啊！问你在地，没有，他是问你。我说两位都是那时候女明星，想法用清泉嘛？你们清泉应该对清泉比较是很特别，因为我们清泉就去了三次，三次对，因为
怎么啦？清泉太漂亮，必须得去三次。快一点笑什么？你想要听你讲。哎，你有去过哪个？就是拍戏这段时间，有哪个地方特别难忘？然后也许它是过程的辛苦，也许是风景的优美，然后也许是拍戏心情特别感动。清泉啊，哦，也是清泉，也是清泉，大家都对清泉。因为清泉很美啊，然后而且那里是三毛，对对对 对，然后那边的人都很照顾我们，就是很帮我们拍片，然后那边连山上的那个狗啊都很配合演出，他们还会联系，就是他们每次我们拍戏的时候，他们就一直跟着我们，跟着我们，跟着我们，然后就例如说我们在演一些戏，就是其实要有生活感，有时候狗不是就会走来走去嘛，或是狗就趴在地上，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个小黄跟小黑。他很像从我们去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，他都跟着我们拍戏，他们很常入镜，然后有时候就坐在那边休息天角啊什么的，然后每一个镜头我们说小黄你快来进一下这边哦，然后说小黄跑什么，说小黄赶快回来，就是我觉得就很自然吧，那个地方的人啊、动物啊、风景啊，蛮难忘的。那你要讲另外一个？我是清泉。好，我讲一个女主角的疯癫事迹啊。为什么要讲我？好难忘的风景吗？难忘的疯癫。所以我觉得她真的是我合作过应该是数一数二疯癫的。就是我们可以在片场，然后她会看到那些枯枝啊什么，然后从开始哦，就是可能大家不知道谁开始就是扒捡了比较漂亮的枯掉的叶子，就点燃了他对枯枝的这个热爱，然后他就越剪越粗大，这样就是你看他每天拍戏，然后就看到离开那个现场的时候，有一天他就真的拖着类似一棵树，他就真的好像拖着一棵树叫我说你干嘛？他说没有，我就把这个捡回家，他就把一颗真的是一颗飘零，现在还在家吗？现在还在家吧。你在哪里呀、啊？我好好奇。严小姐，这个带我去，通常，所以你们家是生产。然后现在每剧组所有人只要看到哭掉，然后他会，比如说我们排戏，导演说先走，先走，先走一走，走一走，然后可能他们在打灯或什么，就看他从口袋里面掏出小剪刀，我说你干嘛？说那边的花草还不错，首先把那些枯掉的花草剪下来。我说好，疯癫也算是你数一数。而且他中医的只有枯掉的要把它剪。天啊，你上辈子是林黛玉嘛？你是当成葬花？他说什么什么什么？他枯掉了什么什么？所以他你帮他什么灵魂什么？你自己说你那一套我听不懂。我说你就是吸取植物精华的姥姥。他说不是，他说的才是。你是怎么说的？你说什么？下一本新书要以枯枝为一个主题。没有，就是一开始我只是觉得，就是他枯掉，就在那边，就是立在那边，然后就是好像没有人理他。可是其实，就是他就是秋天的一个风景，就还蛮美的啊。然后我就觉得他可以拿回去插在瓶子里这样。然后我一开始的确是剪小的。可是后来就是我们去海边拍，然后我就看到飘摇的枯树，那一天把大家吓坏了。你可以想象他小小的身躯，然后就拖着一个大树。我说你怎么了？然后我本来就很想很低调，可是因为我怕我的树被碰坏，因为它枯掉了。然后我就说今天是谁要载我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载我跟我的树。对啊，哎，我竟然是你难忘的风景。他是要讲场地耶。你算是景诗意的也算是风情诗意，但是他心里是一个场地。好啦，我们今天那个就带大家拍戏来这边，就吃蛋糕，祝你们那个后续工作都很顺利，辛苦大家哦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拍得很辛苦，这部戏希望大家可以看。要，没有料到直播的主题是女明星跟枯枝的故事，我觉得非常的有趣。OK 吗？大家，那我们那个这边就不打扰他们工作了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